你莫随去放下山引导，去甲装备狱抓出来。好，我即马随来了。阿公好，是是。坤啊，看起来念有伴啦。有。我正坚持要去公司，那遐尔久也袂转来，再发生什么代志无？ 你哪要创啥？人了呀，歹势！你是要安怎啊？你创啥啦？真真，我到底有啥物代志？我看你行行行，心事重重。 对啊，你安尼行来行去，行真久啊！哎，站长，无我看，规气甲因讲啦，无吼，咱大嘛想一下烦恼。玄山可能是要找恁爸爸签收款式，伊应该用热心，讲要交换，还是恁爸爸的证据。 又够成又成，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。文杰，孟哥，站住！千万不要打他。我今日出代志，我来代替。哦。唐明，我被你扣过团。 在长青的授权书，还看我黄一成的录音带，我也不听，是要替你跟爸爸报仇。
我知影，长青的剑是落在黄玉春的手头。安哥放心，我会再把长青提倒转来。哎，家你等下，我来伊嘞。伊讲要买几项啊菜，买好我煮互你食。阿姨，无你会拄我好。我要甲你讲，黄玉成要伫长青召开董事会，要叫大家选伊做长青的董事长。这根本都无可能。长青所有的董事拢支持我。搁再讲黄玉成，伊手里所有的遐股份，不过是因丈人迄部分尔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讲是事实。所以，我要替黄玉成来提你个长青的授权书。我无可能签予你。授权书伫个桌顶，你上好一签。柯团，你唔通忘记哦，你是我的杀父仇人。你若是照我所讲话去做，无得甲我的心了。你若是无照我所讲话去做，效果会安怎？你家正清楚。你嘛应该知影讲，阮就有甲我讲过啊。你甲林董啊，还是阮爸爸录音带，即嘛伫咧倒位吼？伫黄玉成遐。是安怎？你阁甲我爸倒来遮？歹势，是阮总务叫我请你来。林兄，你做甲真好，这想你，做多谢。嗯。碧碧阿姨，你甲这授权书签签的。你甲签这要创啥？在我甲柯国灿相认之前，伊甲赶出去，即马转来公司，颠倒发现了公司亏损连连，无比我底薪阁较好。我是咧救公司，所以我需要你基金会董事长的投票权。长青也是趁钱，你的基金会就当去做慈善事业，遐的孤儿就当得到你的福报，敢毋是？你骗我，我唔请。我爱请。英雄，你不爱请无要紧，因为你即摆方远山伫替我逼客个团签伊迄部分的授权书，唔管是摕着你的，还是客个团的。我拢会当动算当事长，你应该知影，即卖有真侪乌道兄弟伫咧听我，我若是想要杀啦，我就凊彩找一人担罪就会用个，毋是你签，就是考古团签，毋是你死，就是考古团无命。我唔惊，我无可能，互你达到目的。你真正是歹命，英雄，先给绑起来，卖好食，卖好啉，我详细想看卖。是，收起来。有啥事唔巧？我跟你讲，轮到即摆伫黄玉成遐。你咪甲我死路一条啦！我绝对无可能签予你啦，无可能签，我有拍到你惨为止。严三，阿哥，阿哥，大家讲你失踪的时阵，我也知影，你一定无代志，而且你甲陈木先生一定拢熟识吼。严三，唔通错步。你替恁爸爸报完仇是应该，啊，不过为着要报完仇，
变成杀人凶手，安尼敢有交代？不是阿哥，我刚是要甲伊提，伊伫长兴授权书尔。你提要创啥物？我要提阮老生。伊是你的死对头，你搁甲伊合作，为着这种人，犯遐尼大的错误是？我，七妹，我就知影，我就知你一定会等来救我，对唔？爹咪，为着你，我无法度跟我的亲人见面，一切拢是你造成的。你想，我敢会跟你斗三江心？远山，进来。阿天，我就想你。爸，这免看啦。我也无签啦，好佳哉，我坚持我的签。哎，若无，我这阵仔早就去拍死啊！元帅，文杰，你也真正想要相信你爸爸做你相信，我无想要解释。元帅，安迪，敢有找到佳佳？找到，我叫伊倒转去美国处理那边的代志。阿姨在厝，发生代志啊！安怎？想清楚啊未？你签无？我无可能签。敢讲你阁想要试看卖？迄个时阵，予王亚文领地的滋味。明雄，去提签来。是。唔买啦。想要签吗？我跟你讲过，我无可能签。你安怎嫌我，我拢无路用。英雄，爱签，我爱签，我就提你的名。我哩看袂着方远山甲许文杰替恁查某囝完成的海洋博物馆的秘密吧？英雄，该套过。回乡，是。金枪，啊，救钱我都唔来啦。啊，你号码是一滴也唔丢啦。哇，我甲做甲快嘞。金枪吗？签吗？你若签好，长青董事长这个位就是我的呀。不要你，我不要你签。买枪，买枪！我来抵你的命。洪永新，文杰，元帅，别过来。洪永新，你不是讲到即马，阁无任何法律旁会当防罪，可是你即马回去，以后你一声无有。洪永新，请洪永新，有话好话讲。方远山，考古团的授权书嘞？我无在。无在。哪会无诈？咱第一电话来，这不是讲好？吴老师，你唔通想要解释，物件我未听到，你为啥伤害阮大姨啊？你哪知？刚好无，是不是你讲的？唔是啦，啊我予你办事，我是要来讲啦。吴老师，你是查清楚解吗？我紧。恁翁无要签，安尼就是你签吗？签！英雄，来押起来。是。上戏，吴兆兴，你这卑鄙的唔正经，竟然有这种手段来压迫你老爸，江宇，你无资格骂我，你我骨较袂见笑。徐
宽恕在桌顶，你家己选，是你签，是恁某签，是你死，还是你上心爱的人死？考过他，你给我跪来！啊，你没冤鬼啊！下来，许文杰。你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考过台，你给我跪来！爸，你袂用跪，下来。许文杰，那是假笑，你着伤心。行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办婚事，长青以后拢总是你的。我已经等袂赴啊，请，我相信你的孝廉，跪下，跪下呀！国传，您签吗？进来啊！然后啊，起来，秦鹤，秦鹤，就赶紧一个一个解决掉。你敢会记得跟你讲，我吃到这么大，我去投案，就是要替我妈妈报仇。现在就是我报仇的时阵。不是，叶美泰，你要死掉啊！徐文杰，这么好，你就是我第二个。让恁这命仔死！亚文，你来无情，我早就已经准备好要订婚。医生，倒归阮阿姨。我怕，走吧，拍死，我先走。你，阿姨，你慢走。我无代志。亚文，阿姨，你无代志就好。亚文，你别话来。我甲你的文文，今仔日会当算清楚。王亚文，你甲我去，总有一天这条小河会给拖倒来。恁一个一个拢走袂去，你跟我倒来。亚文，你控制现场，先去问，咱报警，回去法律制裁。明仔，我来之前已经报警啦。不用的，伊无留下任何犯罪证据，法律是无法度同我制裁伊。只要伊若无死，咱大家拢无法日子同我过。哇，我大力就开啊！亚文，你真正给我开了！亚文，亚文，你袂用杀伊，安尼你爱自家的，你无像为这款人来牺牲你的前途。亚文，千万别再做梦代志啊！亚文。
我人还阁袂歹。我会跟你同归于尽，我绝对袂让你遐尼啊好死，我会让你慢慢啊死，让你死到真有感觉。要不，要不你听我讲，你莫回去，你甲亲我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真久啊！瑶，甲亲我我。你莫话来，你若再过来，我自杀。瑶文，瑶文，文姐，这一次是替你开的。娘啊！应该是哈，哥哥传的听他，总经理的话，还有客家的财产，本来应该拢是我的，我比伊更加早出事，是伊甲我抢，不是我甲伊抢。你点去？文姐根本就无想要甲你抢。你是我看过查甫人内面，上该友好、上该讲义气的人。志雄，亚文，文姐爹爹是无对，永远就是上好。我算啥？我是真心的爱你，我是真心想要让你得完全的爱，你敢看袂出来？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爱我，只要是文杰有的，你都没爱，你毁掉我的人生，你让我这个人有污点，让我感觉我这么垃圾的，你让我精神上真痛苦，都是你害我的，都是你害的。你别跟伊讲，你甲亲我啊！我，伊在我为着英华咧甲你冤家的时阵，伊侮辱我的身体，伊还阁威胁我，我无法度当面对你，伊害我越陷越深。阿文，莫阁讲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。过去我是目睭痴迷，再来甲你看。啊！我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？我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阿姨，我拄仔才开这钱，是为着你，还佮你的查某囝英华，我对不起你。各位，你嘛是妈妈的查某囝，多谢妈妈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哪有跟你无关系？伊的死是你间接甲害死的。你甲江海串通好势，所以英华唔才落在恁的手头。你害伊伤重不治，还是你甲伊做做英华，想要做好养的查某囝？最后刚好把你用，是，我是贪图富贵，所以我嘛是该死。哎，主
你还是跟你有关的哦。等下不知搞变变咩？我个聪明，顾什么看咧？你个公婆，你明明在我跟江孝文合作，我一定是真去探我妈妈，我想要害死伊。许国全叫你来监视我，要不过等你知影，你唔若无阻止我，你阿公欠下我甲江少文，你害我愈来愈勇，你害我蔡金丝啦，都害死我妈。少文，代志都已经过去啦。你都把伊放袂记了，听妈妈的话，甲穿鞋都还好无？家己，刚刚好闻到你小小光跟财神，我是这样，我今朝闻，这就会惨一个。你们可是为这点，我送给我做个定。我是财迷心窍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别讲我，哦，你派对这个代志做遐济哦。今嘛，是咱两个人的问题。耀文，你别脾气，你若无死，代志阁会当解决。耀文。跟唐都聊得起吗？怎么去？你应该把一切弄好啊！这边弄好啊！那不是因为伊，我是我跟文杰阿哥都重新开始，那不是因为伊，我不可能牺牲家己去对江海。那不是因为伊，我老公你做这歹代志，那不是因为伊，我无可能花尔济人来挽回我，拢是你，拢是你。姚文，今晚二人先死啊！你敢请我话？好啊。文杰，你还可以给我伫宾馆跟你讲过话无？那是我的真心话，我爱你，文杰，我是真正的爱你。爱这个字真水，每一个人都喜欢，也不过对我来讲是一种奢求，因为我得不到，因为我不捌拥有过。别人拢在讲爱情是自私的，也不过我自私了是有超过。我过分来自私，但是我阁无一个勇气，我欠着失去的勇气。妈，你捌甲我讲过，爱会甘要失去，才会当得到。也不过我一直袂当了解。即马我会晓啊，怀念有你。
文姐，爱情走到尽头，唔通回头，因为只是痛苦尔。爱情就敢若是一个最基的艺术品，袂当有必须。因为爱情的必须，是无法度通我想破的。我即摆知影，也毋过已经袂有啊。人世间上甘远的距离，毋是生离死别，是我站在你的面头前，你煞毋知影我爱你。也毋过我嘛是要甲你道谢。在我这段日子里面，你爸陪伴我，可是若是无这段日子，我就是永远无活过。虽然我得不到幸福，也不过我希望你会当幸福。要文姐，你也答应我。你一定要去找娇娇，因为伊爱你，啊，你嘛是爱你。我希望你会当得到我得袂到的幸福，我祝福你两个。亚文，莫讲这，啊，请我。我不爱。有妈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替伊华来照顾你。后世啦，我希望可以当做你的查某囡。后世啦，我一定会好好养好你的。你爱保重，志豪，就交代你啦。要的，你莫安尼啦。你是妈妈的查某囝，你永远拢是妈妈的乖查某囝。我不甘惦着阮一己一己，多谢妈妈。袁山，多谢你原谅我，也多谢你给我机会，会当完成英华的梦想。要搁我今麦无法度搁走落去，搁再来，我都要拜托你了。亚文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还是无你到三江，咱嘛无可能完成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，跟你的朋友立定，就只像英华相信你同款，你一定会当的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事业成功的查甫人，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查某人。认真，咱拢需要勇气。咱拢需要失去的勇气。我即摆总是了解，我总是了解英华，而且我就配合伊，因为伊会当将自私放弃，所以伊永远拢活伫个温情。
甲远山的心肝啦。别要死真，我总是想会晓啊。远山，我相信伊话伊那是知影，伊嘛无希望看到你即摆。要爱一个人无简单，要伤害一个人却是真简单。你不但带个你失去，这也要珍惜。不管我面是安怎的天气，认真。只有爱你才袂死。咱两个现在了想吧，要若无，咱两个一定是真有话讲的好朋友。好，袂歹，一点仔都袂歹。然后，别再讲，够气我了。我希望我死了后，你会当将我的骨灰、亚弟的樱花，也够银倩倩应待的所在。你和我来去陪伴伊，好不？妙妹，你来做公代志哦。文姐，爸，我欠恁的，我都已经尽了力行了。爹，我死了后，代志就真正会当结束啊！亚文，亚文，亚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爸爸？你好安心啦！快回家，把钱带。大伯，小光，大伯。报告已经明确指出，王阿文是正当防卫的，相信检察官应该是从轻量刑。警察先生，多谢你。亚文，我拢也真感谢你。这是我的忏悔，是我的赎罪。从今以后，黄玉成袂当阁威胁你了。我希望你会当我的新樱花的梦想，安尼我的牺牲也都有价值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会找上好的律师来替你辩护。你嘛放心，我会把所有的代志拢替你处理好。真多谢你。请别哭一下。你的事情，我想要回去陪国川。阿姨，你是安怎搁要回去啦？虽然讲，阮家发生这样子的代志，也不过，那毕竟也是阮的家。国川的好心情嘛，够死，我一定爱回去陪伊。阿姨。我跟你走。
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你甲我无别个囝的感情，也毋过，佫安怎讲，你也是我的骨肉。你为着要夺财产，这是你家己选择的下场。国粹，莫佫想啊啦，经过一摆的代志。我相信你应该看透人生的无常啊！我应该好好悔改，我应该好好对待我身躯边的人才对。考虑，卡苏要回来，我先跟云山讲一声。云山，文杰，你家己要伫厝？是啊，阿哥回来啊，真正想要开车回去陪阿哥的，顺便甲阿哥讲。我知影。云山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跟你讲。真的？我想要搬回去住，搬回去住。台视八点钟大戏《美梦成真》精彩完结篇。为了美梦成真，因同心协力克服困难；为了美梦成真，因伤天害理不择手段。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？阮三要采取什么行动，让国团认罪呢？文杰敢会待伊袂亲呢？真真对阮三的一片真情，要何去何从呢？阮三会改变什么样？敬请收看《台视美梦成真》精彩完结篇。心爱的你是走去佗位？为怎样我的皮拢无消息？你敢是藏伫咧海角天边？心痛过去的日子。啊，心爱的你无伫咧身边，不只有将伤痛扎咧心底。若是听别人将你提起，阮着爱心痛几暝。啊，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地过日子？听人伫唱出着旧情绵绵，阮的心着痛甲要死。啊，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对阮敢搁有一点记得，请你着原谅阮的不是，唔通害阮来找无你，怨恨自己。啊，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地过日子？听人在
青春就孤枕绵绵，阮的心就痛到要死，啊，伤心啊，伤心。